我看他们有没有啊？看他们不注意啊，兄弟们啊！等点等点，没事儿。这个现在没有人，咱悄摸摸的啊，没事儿，没人发现。哎呦我操！我哟，等点等点。哎呦，太多太多了！哎，怎么全回去了？等会儿，等一半，等一半，我够够用就行，我不全拿，好吧？都大家的，都大家的。哎，别抠抠搜搜的，没事咱再借点啊。那锄头我也要了，行吧？啊，给他整理一下子，发现不了。咱借点，有借有还啊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好吧？到时候咱再还啊，但是不一定啥时候。靠，人家好像在这挂机呢，快跑！兄弟们啊，这是我在帝国神话里刚加入的这个势力啊部落。然后呢，你看人家啊，这都有战马了。哎呀，我太帅了！但是我怎么一匹马没有啊？别人的也不能给我骑。所以说啊，咱们赶紧先训一匹马。哎，看这边有人，14、13级，来，弓箭准备，瞄准，嗖，差没打中，嗖，好。哎，他们还会走位呢，怎么？哎呦，还会扔东西。等会儿拿出盾牌，流民。我让你留死小咖了，扎死你。哎呦，他也有长矛，靠，我靠，要被扎死了。哎，不打了不打了啊，等我有马的啊，骑在马上扎死他们。哎，看到马了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是野生的还是别人家的？哎，野生的，牛逼。咱们先把马爱吃的东西扔过去，过去了，好，准备好缰绳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，我靠，悄悄的啊啊，驯养值啊，得把这驯养值拉到100%才行，我不能让他发现我。哇，这有点难，兄弟，能骑吗？哎呦，哦，原来是这么驯的，哇靠！趁他吃东西的时候骑他，然后看着能不能把他控制住，把他降服。加油，来，别生气，我操，给我踢来了，生气了，别，乖，呀，71%了，马上这一波就差不多了 ，OK， 马上满了，96、97，快加油！牛逼，驯服成功，直接就赤兔，来给他装备上马铠，哇，瞬间变帅了，马鞍，哇塞，来吧，我的了，叫，可以在上面打仗啊，如果是 PVP 服的话，直接在上面当骑兵，当骑士杀人啊，我看看马多牛逼，直接扎野猪，哎，然后他也打不到我，哎，气不气？哇，太爽了，我靠，解剖一下。这大腿肉，哎呦好，今年不愁吃的了，直接这粮食过冬了，起码就方便多了，咱可以探索地图了啊！哇，那边怎么还有一个船撞到岸上了，搁浅了，还在着火，是打仗了吗？哇，这个人他带我去抓好马，他说这是我们那个阵营的，真好的哥们儿，我有啥问题不会他就告诉我，但是我这次跑太慢了，这咋走啊，兄弟？是你这么走吗？这上山了呢，怎么？哎呀我。要不然你找点好路呗，别给我马摔死了！你大爷给我干哪儿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哇，这城堡真看真帅啊！到时候这玩家跟玩家对抗啊，然后城堡战争，有骑马，有士兵的，我靠，有熊！我操！哇靠，这熊这么牛逼啊！快跑！我靠，这熊一巴掌把我俩直接给拍飞的！我操！哎，来了，快跑啊，哥！到我们部落另一个据点了，你去把马抓过来，我这里修一下，等一下直接把马骑进去慢慢抓。哇靠，都是骷髅头的马，我去了，这能抓吗，哥们？这个白的不错，就它了。杀！走，骑到他那个陷阱里，给他抓起来，卡住。哇，他的怒气长得好快。我来了，哥们，修好了吗？这个这边哦，骑进来了，关门。好，这他妈能跑，跑不出去。哎。你妈完了，这小门是什么鬼？这怎么有个洞啊？门没堵上啊，哥们儿。来了，过，准备关门。对，关上。哇，这也可以，可以直接装两匹马。这匹不要了，为啥？哦，再抓一匹，关在这儿。行，又来一匹。哎，进不去了。我靠，进来了，牛啊！这一波配合打得妙，两匹马，兄弟们，差点给他撞死。他这个玩意儿好啊，驯马场的就是，往上这一波直接给他抓到300多分，完美了，44级，我操！我靠，这么牛，我真快呀、啊！爽、啊！第二只也抓完了啊，这第二只755速度，牛逼啊！一下训了3匹马，新训这匹就是快啊！我的后面那个跟不上我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回终于可以爆头了啊！让你刚才给我装不装了还？啊！戳不死你，掠夺，有点像玩七砍打劫匪，还扔石子还会。
再见。哎呦，整了个墓碑出来。哎呦，有钱拿了，原来还有盐、铜矿，真好啊，兄弟。Day two， 这个是我们部落盖的家，几天没上电，已经这么大了啊。哎呦哇，他怎么斜着跑？哎呦哇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他怎么这么牛逼啊？哎呦哇，这小手腕，哎呦，不是，哥们儿，我，哎呦哇靠，这落神了啊！身法是吧？我玩身法，你跟我玩身法？谁在这放鞭呢？哎呦哇，还挺好看啊！哇，谁放的？过年了呗？我也瞅瞅，看看怎么着。哎呦，这么大的烟花，真不错，整的啊！哼，他叫累死，这马叫累死。赤兔骑吕布啊！咦，这谁啊？哎呀，招募刘民中，我靠，给人关笼子里了，还能这么搞？他俩在那看犯人呢，给人关笼子里招募了，这么牛逼啊，兄弟！物资争夺，我看一下，28分钟，奖励各种农作物、矿物、土山木料。哎，咱们去看一下吧，物资争夺，走，兄弟们，出发，争抢物资。这是有宝箱，兄弟们，我看一下这宝箱。什么人？我操！快跑！喂，哎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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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不好搞，不好，人太多，人太多！我靠，换个地方吧！我靠，太狠了，这个敢打不过呀，感觉这边人比较少。我操，28级，哥们儿，我看到物资了，悄悄悄悄潜行，兄弟们，咱们想过去把这个东西给摸了啊！咱胜利啊！那这里面怪等级太高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哎，马上胜利，兄弟们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哎，初级两套物资，贼兵铲甲碎片，麻布，这谁尸体啊？是不是在这儿呢？喂，运送到各地营地伤人处啊，好像是我们的人死这儿了。送上门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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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！我靠！这一剑，我去你大爷！哎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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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射！别射！别射！这屋子搬不了，得搬到车上去。妈呀！你妈！还能不打？能不打过？喂！喂！啊！才费这么点血！我靠！我靠！去啊！操，又死了啊！升级了20级，可以开东西了。20级公司礼包。哎呦我操！超强青铜扎甲，兄弟们，这也太爽了！哇、超强青铜矛，我操，太销毁了，吓死我了！超强金木弓。哎呦，真奢侈啊！嘎嘎给好装备啊！旧的我先放起来。哎，我看我这大长矛，哇，青铜矛啊，兄弟们，兔子窝造好了，兄弟们，赶紧的放一个，咱整个兔子啊，养个兔子玩玩。我看看怎么着，那咱就剩抓兔子了。我看哪这兔子多，这边比较多。走，去看一下。哎，我靠，怎么这么多狐狸倒马呀？你倒是还手啊！疯了，我靠，这个这么多呢，怎么？哎呦，我靠！我他妈想打兔子，跑他妈狐狸窝了！哎呦我疯了，一哥哥没见过这么多狐狸啊！正好给我送了一波肉啊，真好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啊！行，这边兔子也挺多的，这边兔子也挺多的，我们放一个捕兽夹，直接放在前面看可不可以啊？哇，这么简单啊，兄弟们！哦，我这捕兽夹就坏了，你知道我用多少才能做的吗？9个铜锭，17个硬木啊，哥们儿。不是啊，你这也太坑了！我费了大半天劲，我用了好长时间，我他喵的直接一下就坏了。没事，咱把这只养一下吧，抓够2只可以繁殖的，应该是。这游戏到时候还能再抓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老牛逼了，狼、猪、豹子、熊、老虎都能去啊，鳄鱼，就你妈离谱，兄弟们，就离谱，能抓的也太多了吧？那抓什么东西都有它各自的用处啊。看我这小兔啊，怎么样？来，给它放进去。OK 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咱这个肉也不缺了，这小麦啊，刚才刚收了一波，非常的好。这个游戏叫《帝国神话》啊，这个游戏还有很多玩法，等待大家去探索呢啊，包括这个挖矿、打猎、种田，然后养兵、招募，各种兽龙。运货、跑商、工程、玩家与玩家之间战争啊，哦，战西战象，老多玩法了啊！最主要呢，它是免费游戏啊，而且呢，它这个国服刚刚上线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是开荒的好阶段啊。好的，那咱们今天就带大家体验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